前面三分之一，哦，然后脚稍微往后一点，哦，啊，女生就比较lady 的做法，然后胯用胯把大腿收进来，收进来，收进来，有一个力量从脊椎上来，把你的脊椎往上顶。维持住这个力量，再收，维持住力量，再收 ，hold住它，一直加强，一直加强，感觉你脊椎这个力量一直往上面走，啊，你能够感觉到往上走，然后扩散出来，啊，那就非常强的，胸不要挺，胸松掉，只要这个力量。你没有用力啊，用力收，从这边大腿内侧底下那个筋，那边收，你看力量是这样子，这样，你感觉你的臀部会离开椅子一点点，啊，起来。hold 住，好，练习。